幼稚园的运动会时间到了，小朋友的爸爸妈妈全部都来了，哥哥和爸爸最近都去幼稚园参加运动会，但是哥哥一点仔都无想要参加。伊呀，开一个偷偷的走去一边，立起来了。即摆时，有一个小朋友对哥哥说：“哥哥唔甲爸爸佚佗，是因为伊呀无妈妈通做一来参加运动会。”哥哥甲一个小朋友啊，吃到牙齿也是，你才是无妈妈。爸爸怪哥哥，叫哥哥对同一个小朋友道歉，但哥哥就是唔识。我有妈妈，我妈妈牙齿就要倒来了。哥哥跟爸爸独走，边走边哭。妈妈终于有时间跟哥哥视频聊天了。哥哥啊，阿做位要去跟妈妈说哦。但爸爸说了，妈妈上班也无闲，咱着好好诶。乖乖的，这是好哥哥。哥哥想一大句，说：“妈妈，我是好哥哥，我会好好的听爸爸的话。妈妈，你得好好上班哦。”妈妈一点仔久就跟哥哥说拜拜了。哥哥的目屎一直流出来了。一日啦，幼稚园举行讲故事的比赛，哥哥讲的故事叫《小乌龟找妈妈》。偷偷的跟哥哥讲故事的视频录下来了，故事啊还等妈妈。妈妈看哥哥讲故事的视频啊，目屎大细粒一直流。今仔是哥哥五岁生日，爸爸说你赶紧的来吃蛋糕吧。哥哥目睭哭嘞，心内在想，我阿想阿想要跟妈妈做一只吃礼物咯。哥哥目睭睁开，妈妈说出现在伊面头前咯，哥哥赶紧的走去，甲妈妈笑看呢，走去过来，走去幼稚园诶，伊要讲大家说，讲所有的小朋友说，伊的妈妈回来了，伊是有妈妈诶。小朋友们，一个故事等妈妈回来就讲到一搭了咯，是不是？你有感觉妈妈、爸爸都还是真爱你啊？今仔的故事就讲到一搭了咯，小朋友们。再见。